头条开讲频道开会员喽，邀请您加入会员，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他安排的行程是先去南韩再去日本哦，您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重中之重，应该是韩国，因为在这个文在寅五年的这个治理下的韩国哈，文在寅是在美国跟大陆之间哈，保持一个中间的政策，那么没有那么亲美，所以事实上美国对文在寅是心里面早有不满。那么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这次这个韩国的总统大选里面啊，美国也暗中施了很多的力。那这一次其实大选是蛮近的，是，不过这个绝对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在的韩国总统啊，这个尹锡悦哈，绝对是美国的所谓的这个梦中的总统，就是他的好朋友啊，就是 dream president， 就是说就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总统。因为尹锡悦在他竞选中间，他就已经在美国的这个期刊上投诉啊，他说我加入的话，我不但要加入四方会谈啊，我变成这个印太里面一个要角，我还要恢复跟日本的关系。那这两个都是美国来讲非常非常需要的。可是尹锡悦他是一个法律出身，他是检察官，那么他并不是有很强的美国背景啊。那他会有这种做法的话，我觉得他背后应该也有一股很强的亲美的势力。在过去文在寅五年中，觉得哈他们有一点被压抑，被有志难伸的这一群人哈，把这个尹锡悦这个政策把它烘托出来。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美国来讲的话，先到韩国去，因为事实上尹锡悦是五月十号就职啊。是。那你也可以就先参加完 Quad 在日本完了以后，再去这个韩国首尔也不晚嘛。哦，他这次特别在这个 Quad 四方会谈之前，在日本举行的四方，他先到韩国，而且要待三天，比在日本还要长。日本是非常某种程度上蛮小心眼的国家，因为以前日本曾经因为美国总统到亚洲访问，先到北京，没有先到东京，是先去了北京再去东京啊。日本不开心，日本会抗议，日本说到底谁是你的盟友啊，谁对你来讲在亚洲最重要，有点那个争宠的感觉，你知道。所以美国并不是不知道，可是美国这一次我觉得还是先到韩国，而且去待三天，我觉得重头戏应该是这个，也就是说终于有一个亲美的一个韩国总统出来，所以他们一定要来这边顾这个庄。第一个给这个文在寅哈加油打气，另一方面尹锡悦加油打气，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很多跟韩国社会各界的一种关系，因为美国现在要推的这个哈印太这个架构啊，经济架构啊，韩国会是一个要角。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韩国这一次倒是真的是拜登亚洲行的一个重头戏。那日本方面事实上我觉得岸田文雄表现的话让美国已经很放心了，因为岸田文雄搞定了，因为岸田文雄这次在俄乌战争里面啊，配合美国的程度啊，我想已经都超出美国所预期了。因为他等于说把日本跟俄罗斯啊在安倍时期建立出来非常好的关系哈，完全丢掉了。因为安倍时期，安倍非常自豪，就是说我跟普丁举行过27次高峰会，他任内跟普丁见过27次面，是，而且在任内跟普丁维持不错关系。事实上在俄乌战争开打了没几天，安倍上日本富士电台访问的时候，他替普丁讲话，他说普丁出兵啊乌克兰是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利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其实安倍跟这个岸田文雄之间啊，我觉得是暗中在较劲。因为我听很多看了很多消息，安倍现在正岸田文雄两个暗中角力非常非常密切，可是岸田文雄事实上也有他的招数。第一个外长是他的人，对，林芳正，他把外交权拿过来，基本上这一次我觉得对俄的这个政策里面哈，基本上某一种意义哈，就是故意给安倍一个难看，
把你的好朋友啊，我现在跟他啊，不但美国人要我配合制裁他啊，是，而且做得非常到位，还超过美国的期盼。是是。所以我觉得不能小看这个岸田文雄，虽然有人说他不会是一个长命的内阁哈，可是呢，目前看起来他掌握日本的政局的方式哈，而且跟这个安倍斗争的手法都可以证明他也不是哈泛泛之辈，而是挺高招的一个首相。是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外交永远脱不出哈它内政的因素，所以这个从日本岸田的外交就可以看出来一点。是，当然我想这次哈这个白宫的这个发布的消息啊，让我们看到呢是先去南韩再到日本，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我觉得日韩应该都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个委员，我们看到呢，如果说是在印太战略的这个布局的话哦，那近期应该就会看到美国会端出他的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政策要公布出来了，等于是不是就是拜登要拿着这个东西再到这边好亚洲来好好的推销一番？那但是日本跟韩国是不是都是全面的买单呢？那我们讲说，不仅仅是可能在军事国防上面的利益或合作，其实还有包括经济，尤其是半导体。那之前其实看到在半导体在供应链的部分，南韩就比较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您怎么来看，就是这次白宫要先去南韩，然后再到日本，它的安排，它的布局会是什么？拜登想要把这个印太架构哈弄出来，做成一个美国可以在亚洲地区，而且是西太平洋地区啊，继续进行所谓的霸权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嗯，透过这些活动，你可以看得出哈，他的手法某种程度相当的细腻。第一个，为什么要先去韩国再去日本？当然是要给那一个差一点点就落选、一点点就当选的新的韩国尹总统啊，一个什么一个加油打气。表示我很重视你，是、啊、先听听你的意见，等于是要巩固韩国现任总统的一个政治地位，尤其是这么一个亲美的，因为虽然是他以些微的差距胜选，但是在韩国的亲美的气氛似乎没有像他当选那么样的喜悦、因为韩国的亲美势力基本上是不如日本、然后韩国跟日本之间呢、老是会有一些什么岛屿什么独岛主岛之类的争论，所以某种程度拜登去有缓和的作用，因为拜登担任过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那么久，他当然知道说这两个国家到底在吵什么东西嘛。是，那对于先去拜访了以后呢，然后再安抚好了韩国以后，再过来跟这个日本的岸田文雄来谈一谈、在日韩之间的争论啊，美国有实力压迫日本退让，这一点是不用去怀疑的。那日本如果愿意做某种退让的话，也相对的给韩国这个亲美的总统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一个助力。当然韩国在社会是最担心的，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那半导体业者会想说我亲美到底对不对？因为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半导体市场的进口量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是啊，比他进口的石油的总金额都还来得大。是，对，所以对于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半导体市场，就近的韩国他看不到吗？这些专门生产半导体的上中下游的产业，对，他当然觉得这块大饼我如果没有抢来，以后订单只有两个地方跑，一个要么往台湾跑，是。那如果我们蔡英文那继续如这个美国的参议员来警告说不要挑衅中国大陆，可是我们愿意很皮痒继续挑衅中国大陆。那我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半导体订单也会慢慢减少，那慢慢减少的话取代的是谁？是中国大陆他自己的这个内部的半导体厂商的营业额就会扩大，那如这样一取代的话，那你对韩国来讲说，那我半导体市场丢了以后到哪里去找来替代、谁来补？哎，我总不能找印度吧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那你会影响到整个韩国的经济成长，因为韩国现在我们知道三星手机在台湾卖的不怎么样了，但是在中国大陆卖的下下叫，所以尤其是在长江以北的卖的更凶悍，所以对韩国来讲他要把这个市场丢掉，他只是为了你一个总统亲美，底下反对声浪会很大，对，反对声浪。所以如果说这个拜登能够要日本有所退让，
那像一来的话，拜登在玩这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对，其实这个 QSD 啊，这四方安全对话基本上是很早前弄出来的，可是断断续续。什么叫断断续续啊？有时候美国想重视的时候，哎，就好像这两天啊，从川普到现在比较热闹，对不对？对对。那有些人不想重视，你说怎么可能不想重视？有啊，嗯，我记得是2008、2009年吧，澳洲的总理叫陆克文，是，他就退出四方安全对话。嗯，他认为说，你这四方安全对话是谁提议的、啊？是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的。嗯，然后他提议的目的是什么？是说我们四个一起来对抗中国。那我说我澳洲干嘛对抗中国呢？我跟中国是贸易好伙伴啊，投资好伙伴啊。陆克文是相当的亲中，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所以他就退出了。是，那其他后来断断续续，有时候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没有？也不太重视，都是日本在敲边鼓。那现在整体来讲，美国觉得说，虽然是日本提议的，虽然是有时候运作了2266，那基本上我现在对抗中国，总是以这个做基础来发展印太架构，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经常是日本提议说，那这个我们是不是来举行？他要个演习，代号叫马拉巴，就是我们的几个国家海军演习啊，我们一年度来一次，是，有时候规模很大，有时候规模很小，就看每一个四方大家情绪如何。那日本是最积极的，所以变成说拜登，我说我延续的这四方安全对话是配合你美国日本的需要的，所以你日本是不是对其他尤其韩国让点步？这是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以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把它升级到印太架构，就是把韩国拉进来嘛。是啊。那韩国拉进来，现在这个亲美的总统有没有本事配合到什么程度？现在各方都还在观察。是是。政治人物，尤其民主政治有个特色，选前讲的，选后做了不一样。好，这个因时因地会改变。对。然后民主政治还有个特色，就是说即使在任了以后，讲的隔两天啊，因为别的因素，财团因素啦，选票因素啦，没错没错，国外因素、也会跟着转变。对，哦，比如说我们台湾以前民进党说，我绝不吃瘦肉精，我来吃啦，对不对哈、是，对不对？他会说环境，绝不做黑箱作业，后来不止黑箱作业，一路黑到底，是、就是这个道理嘛？为什么？那只要老百姓没有意见，对不对哈、他爱他怎么搞就怎么搞。那现在拜登是什么？选举当前哦，他的民调低，而且民主党眼看的在其中选举可能会选得很惨。他为了要护盘，是，那他内政不修，他是要来搞外交，拼外交。因为美国人呢、其实各国人民都差不多了、很喜欢看他们的国家的领导人、在全世界前呼后拥，就觉得、哇，你看我多有面子啊！是，所以我们也会很计较说。哎呀，我们的总统去外国访问的话、在洛杉矶过夜是 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见了谁啊，对不对？我们会斤斤计较这个东西，就表示老百姓很喜欢看到自己的领导人在全世界走路有风，何况是美国崇尚英雄主义的国家嘛， 对不对？那是他们的民族性啊，所以拜登一定要来这么一局，自己的清销工作要做好。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旺旺水神机，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个雾化器，大的雾化器呢它大概有4公升，小的地方像这2到3平左右，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怎么买呢？来啊，这边有个 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 CTI 285啊、